我的妈，这是大海里边的哪位官人啊？叫啥名儿啊？你咋那么可爱呢？戴着个大高帽，嘿嘿，有认识的可以评论一下子啊。你们上了一天的班啊，太累了就别给我双击了啊，双击就是打我脸啊。我如果疼醒了，我找你们，嘿嘿，关注我。来吧，兄弟姐妹们，有朋友发私信给我说想看八爪鱼竖着钻洞的视频，今天就急急忙忙跑到了海边拍了几个，感觉就这一个比较成功，进去了而且还喷水了。咱家老铁看到这个视频还可以的情况下，请你给我留下一个双击关注。我在沙滩上的蟹兵虾将都有一个隐藏的本领，每当在潮水退下以后，大海呈露出美丽的沙滩，他们的天敌海鸥都在天空中盘旋，当然除了海鸥以外还有我们的赶海人，这是我们大海的食物链。进入进来了，给个双击再走呗。来了兄弟们哈，今天我们用这个纯净水来灌这个沙马蟹啊，听说啊这个沙马蟹啊遇到这种纯净水啊都会兴奋地爬出来哈。今天我们来做个试验啊，感觉能灌出来的扣个一哈。进来的男神女神，如果你手机还有3%的电，就留下个双击再走呗。到海边就发现这么大的鬼头蟹啊，它的握沙本领是非常强劲的哈。在大海里，螃蟹的品种可是千奇百怪的哈，无奇不有，但是能吃的就那么几种。进来的男神女神，在你手机不影响正常使用的情况，给个双击。